好了，我也好了。你对，你十二秒。对啊，还有人走进来。啊，上好厕所，舒服啊。哎，哈哈哈。要跑。要跑。嗯。哎，我的在这儿。我们住东边，我们面东边。是公寓吗？
基拉附近吗？住那间饭店。哦。那是一间饭店，加托后。我不知道、欸。那不是电影院吗？对。然后有饭店，什么 Gracery 还是什么东西的、G 开头的饭店。但是毕竟在歌舞伎町，所以比较那个，走进去比较怕怕一点。一堆皮条客在拉客，嘿呀嘿呀，一记勾一记勾这样，是你们男生耶？一记勾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草莓吗？还是什么？那个啦，日币1500。哦，15000。讲价钱的、哦。讲价钱，60分钟15000，一记勾一记勾这样。啊，是可以。无用小知识又增加。对啊，回去查一下这样。因为这边不是有那个叫佛爷十四 Kino 吗？他还说要带我去，他还说要带我去体验那个大姐姐的温柔。大姐姐的温柔，会被打？去撒泼罗吗？啊，撒泼罗的吗？撒泼罗那个十四 Kino 啊。哦，对，那个算是在札幌比较有名的康乐布干欢乐街。哦，因为之前好像。只要爆札幌的生病的都会讲只是 Kino 怎么了。哦，以前不是说那是传染源哦。哎呀，以前不是说有一个奶头然后感染说要消毒60个，然后客人说那个哦用过酒精哦触感不好。你是有看到的新闻报的新闻讲的，然后就说所以呢他们不会用酒精的。所以扎好就压起来了，那就压起来了。那就我怎么没有注意这个新闻？这新闻真好笑，真好笑。都不能用酒精。之前又认识一个网友，他就是刚好在这个札幌，然后我们有去喝酒，就一起就在那边喝酒。他跟我说他预约明天的泡泡浴。有人帮他洗澡吗？有，就对啊，就那种美丽大姐姐帮你洗澡。Soft Prong 对，有一条他骨里面有一条街全部都 Soft Prong。 是啊，因为依照日本的法律，其实日本是没有色情业的。对，日本是没有色情业。那个叫什么？那叫反外。那个虽然是色情业，但是他们的经营项目是什么？是你情我愿在那里洗澡。就是谈一个素食恋爱啊，60分钟恋爱这样。哦。然后要是警察冲进来的话，那我男朋友啊这样。也没有到男朋友，就是是不是两情相悦这样。哦。不过我们之前有住那边的东横驿，那边真的也很方便，是四 Kino 的东横驿。哦，对，那边要吃东西也很方便。对啊。那也算有热闹的地方，很热闹。哎，晚上还有东，还有一堆东西可以吃。晚上还可以吃法菲。那个圣诞。啊？晚上吃圣诞。圣诞吃到饱。宵夜圣诞不是吃到饱，点一次点一个圣诞，收18002000左右。你说冰淇淋圣诞吗？很有名哦，很有名。很有名，吃圣诞。对。之前我跟他出去，然后外面哦排超长的嘞，是，然后很大，那口味很特别吗？就很蛮多的，我像那时候吃了一个那个什么苹果什么的，他那苹果是整颗苹果，然后拿去烤，然后所以就是烂烂的，甜甜的，然后温温的，烂烂，蛮好吃的。是哦。对，然后他的炸法真的很有名。
起来。我是说就要掩盖啊，什么？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啊，来不及吃完。哦。结果别人都还坐着继续吃。旁边，如果要吃什么北海道的好吃，我可以看一下那个北海道美趣的景点。北海道的美趣。对对对。嗯。它算是在这里比较有名的 YouTube。嗯嗯嗯。在台湾的人的搜寻的里面的话，它算是日本北海道第一。最近我好像有听过一个北海道，但是是女生，是太太。北海道女孩。嗯，对，听过。我有听过一个是女生，反正女婿就不知道。他那也是拍一个那个在北海道买房子还的一片报。被风吹着前进。这里就我们也滑过一次啊，就是待会就会跟我们的小路接起来那里啊。我在想要走哪边呢？啊，跟着这。我要拍一张照片。你要拍？就这里那么高，很漂亮啊，拍一张啊。Thank you.
可以坐吗？他还早哎、欸。可以呀、啊。就是坐左边，所以他刚刚也在问我是再滑吗？再滑好了，再滑你可以吗？可以啊，好啊，再去坐吗？这个嘛，去啊去啊。哦，就是回家缆车旁边那一台嘛。这偏山谷，然后又只拉到一半，所以应该可以一直开。对，应该就开一开。哦，风没有风吗？没有风。对啊，左右就这样啊。嗯。那边有两个黑线跟两条红线吗？有啊，下去右转就是那个黑、啊。这样广东人会拉吗？广东人。那东莞。哎，连这个都变慢了、欸。没有，应该是有人摔倒了。被遥控，减速，减速。怎么？我的脚。你要踩上来了？不是，就是踩上来了。会累吗？啊，不会吧？会累。还好啊，有运动。这一条也还舒服。这一条就是跟从我有偷看艾斯的 IG， 往前找一下男朋友是哪一个。哎呦，圆圆的，好可爱。就这样吧，我就找这样。圆圆的可爱。就是别人叫小熊维尼啊，又叫什么面包超人，日本都这样叫我。你是也有要考那个教练吗？有点想。我是要去白马。哦，考只有在那边啊、哦。北海道没，今年没开。为什么？对。而且如果去白马考的话，可能就要花更多钱。那一次报名要10万块左右。哼。哦。上课加考试。上课加考试啊？对，上课加考试。总共一两天。是两天还是三天？然后实际考实际 test 是两天。是外国认证还是 SAJ？ 就那个加拿大认证。哦，就加拿大的。对对。哦，什么 CASI 还是什么 ？Fancy。就是雪板跟双板就刚好有点颠倒还是什么？对，就是很像。忘记了。Fancy Level One 啊 ，Fancy Level Two。
SAJ 是啊、哦、SAJ 可是你 SAJ 要考到最上面以后才可以还有资格教人哦，最上面 SAJ 只是认证，就只是拿一个证明而已，技术而已，就拿一个技术说啊、哎、我考得过、嗯、但是不能教人，不能教人、嗯、但是 SAJ 有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好像买学法是什么东西会有法则，我听人家讲好像网络上看到好像是说他们买学票还是什么的是有折扣的哦，各地学堂吗？对，哪个学堂都一样，就是说有加入 SAJ 联盟哦，要加入联盟的，对，他如果没有加入联盟拿 SAJ 证明给他说他也只是说只是一张纸联盟哦，还要加入联盟哦。在这里滑都，你们员工不是都不用钱就很省、欸？我们就对啊，就只要付那个伤害保险3200就好了。划算，算划算，就是看准这一点。对的。哇，每次那些血票都付个2000、5000-6000哦，很贵。对啊。每年都要涨一点。对啊，你看这些人说哦，原来保险是一个贵族运动。就是钱。就是钱，租东西也要钱，金钱的教练也要钱。嗯。我们下次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说像康姆，康姆在旭川那边有康姆。那个好，那个谁，天林就说那里很好。对。对，他们的好是说树林好。不是，是雪道也很好，很宽。很广，然后看的景色也很漂亮、哦、然后雪票一天也才3800哦，不贵耶，对，人也很少、哦、我们华智鹤啊，你猜雪票多少钱？6200，原价6000哦，全山哦，是哦，哎，但是你猜我们花多少钱？2000-3000半价，长野县办活动对不对？对啊，平日半价，我们两个知道了以后就买了4张，超高兴。你把盖子踩住。
觉得不用再喝了，今天这样子也不会流汗。对啊，这要滑哪边？原路啊，原路很舒服啊。原路哦，原路啊。没有跳跳，没啊，跳跳在后面。没有啊，那还好。你不缺鞋啊？好好。哦，你坐到后被鞋摔，对不对？有点坐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坐下去。
下面啊，很低啊，它的高低刚好是那样，所以很容易搞，是不是？对啊。哇，嘻嘻，贴了。嗯，这个就有贴啊。好，每一个有的车厢有。我们在这个。他说你就在这上面。对，我们在这边。他刚滑那个红色的，一说他吸。吸跟低我们都滑了。对对对，那这样就没了。还是你要滑 A 跟 B。B 是还可以，上次试过了。嗯，A 下得超慢。A 的话是迎风面。那就雪很少的那个。哦，那就会更慢了。还是那个风把雪都吹光光了。不知道哎、欸，昨天觉得瘦瘦的、啊。那更酸，那边很酸，那边脚很酸、嗯。不是，那天我们就是刚说的 across A、欸。我们就因为我们一定要这样一直下、啊，转来转去下、啊，然后看到一个雪板，就正面直接这样，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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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完了，看起来好轻松哦。嗯，他就直接这样震几下，哇、哦！他只是下个电扶梯而已。那个板子卡到底。我就觉得喷枪，我就有那个爱心说，为什么罗宙都没有喷枪啊？对啊，我以为他应该也算高级探店吧。罗宙都啊，算啊，你们一只狗上多少钱？原价应该三万多，嗯，含晚餐雪票、嗯，早晚餐雪票，嗯，对啊。原价应该38000吧。38000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很贵的、嗯。但是我们再去买打折。打八折。加机票进去打八折，所以就折的比较多的感觉。金额越大折越多。对，有这种感觉。因为平常买机票也没有什么折扣啊。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要坐那个飞机回去，因为机票有打折。你们没有，你们不知道那个全国30个雪场有啊？天岭就是弄那个嘛。对，我之前最近就是跟外人去汤姆斯做那个。嗯。哦。每一个雪场只能用两次嘛，两天。对啊，他们就是用那个在北海道巡回啊。谁啊？天岭啊。哦，就是他们哦。他们就是用那个。所以他还是这个周末还去了安平啊，但是他这样不就超过一天？他去三天啊，因为三连休啊，他可能要花一天学票钱。应该也还好。因为我们两个没车，他们是有开车。他们自己有车哦。我是应该租的吧？哦。那他们在北海道有开车，所以他们可以跑来跑去。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没脚，没有机动力的，所以只能就是被游览车载来，然后下来。就回家了，而且你开雪地经验就很好。对啊，他根本也没开车，然后开雪地要命的，现在很可怕。在北海道是那个很多动物，嗯，你那时候会跑出跳出路啊，真的就这样跳出来啊，拦路打劫。那天我同学是路到火车在跑，然后路在铁道上，在他前面奔跑，然后就是不走，然后叭叭叭，然后路就是继续跑他的，一直跑。因为我们没有真的看过动物。哦，是哦，我在北海道。没看过。哦，路好像会出现。顶多看到脚印。脚印到处都有，但是就都没有看到真的。
前就要带车什么的，那个拖车。所以你是买了车啊？对啊，我买车，买新的吗？中古。我买那时候买是买八年的车。嗯、买八年的车子。哦。对。2012年产。就是个代步工具，这你们就可以去哪里哪里都方便了。对啊。问北海道没有车应该很。告死我，这都太远了哈。没有车就先告死我。就靠公车。靠公车，公车也就变才几班而已。嗯。那去找红一也才早上才2-3班。嗯。下午才1班。好、嗯。对啊。很惨。错过那些时间，你就没交了。滑到他要休息了。不是吗？又滑回去了。嗯。我们两个人讲的，他到底应该要拉我们吗？没有啊，那通向同一个地方啊。我不能再搞过来的，如果这么很重的。
是我太高兴你了，拍水。我忘记你要脱鞋子，我就跟着拍水拍水。你先上。好。是起吗？还是分开？好。再去找那个香菇。好。好，换你坐右边，换你坐右边。是。这个就比较低，搭在鞋子上。哦，很想尿尿哎，怎么办？还好。路有在路吗？有啊，都有吧。你刚好没有看我？没有哎。哦，都没有帮我录。我之前有啊，有啊，就弯啊，就看你喷烟啊。他喷烟不好吗？没有不好啊，就是稳啊。这种雪道你就好舒服哦，随便滑，我都正面向下就可以了。这种雪道我就那个时候是最适合稍微感觉那个重心的差别已经有，我有往前，我有努力往前。还有就是左右转的时候啊，你会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对不对？如果身体闲着没事干，踩重的那只脚，你可以试试再踩重一点点，往右弯一点点，你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让身体习惯那个离心力，最后那个弯就会越来越那个，然后脚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强。把它喷干净。对啊，好用哎。对，就是喷枪。你要玩跳台吗？我不要。你想要试一下吗？我不要。真的。那个小跳跳就证明了一件事，我要多滑那些小跳跳，先练习。对啊，那个小跳跳下来，没事就没事啊。跳台下来有事的话，应该蛮痛，因为它后面感觉是硬的。一有可能有点问题，二是后面再下一个跳过来就更糟了。所以，我们待会跟在他旁边帮他录好了，我猜他会跳。我不，我猜他应该会去跳，我帮你侧拍。啊，是这样吗？对，你不要这边看着看着自己前面又一个 toss。最下面的香菇还在吗？我觉得应该还在。上面风那么大，你看下面没有风。嗯。这是山谷。它经过日积月累变成的香菇。嗯，不知道还在不在，希望还在，你才可以好好拍。只有第一次碰到是最好的，因为那时候太阳照在它上面。啊，那时候没准备好。看最下面，还在不在啊？最深的地方，觉得好像不在。看不清楚。好像没有，好像在，好像在。啊，你看到了？好像，那个吧，是不是？圆圆的。嗯。后面啊。哦，它藏在树后面，所以我看不到。对啊。看到了。很可爱，好可爱。又来找它了。很可爱哦。那我还要再拍，我不用拍了，应该跟我那天拍的差不多。我拍超多，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好。而且它今天看起来像是还长了那个下面嘞，怎么一条短短的？没有缆车的时候就割岸一下，嗯，很可爱。好像变鸡蛋了，那是侧面，它变鸡蛋了。变白煮蛋，都好。现在几点？刚刚叫你看一下。应该现在刚好十二点吧。十二点，那提早收工了。对啊。好吧，人家缆车都关了。你可以坐这个四人缆车啊。你还要玩吗？
不过这个四人缆车上来就只是还好瘦的，对啊。好啦，那就老天叫我们早点休息啊。比计划早点收工是好事啊。就安心的慢慢吃。对啊，可以吃超慢。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留在 YSD 滑手机耶。哦，我回去网络太慢了。那也很好啊。对啊。那就这样啊。那个好像一个睡袋，那个雪。好像可以躺。等一下哦。好，来拍一张照。拍什么照？我都要拍那个。旁边，这边。对啊。跳台吗？我可以帮你拍。你要玩跳台吗？不要。我可以在你旁边帮你跟拍。还不会？对啊，之前想看过吧。哦，很可怕，很硬，对不对？对啊。掉下来应该很痛。哎，今天超硬的。哦，好。好啊。
请你转，我怕你不够转弯，多没力。
穿过去往左边一看，就会看到那个，从这里看不出来。他可能也是从中间横穿过去的，又再穿回来。那里有一些，中间好像有一些树，一些草。这边好像风平浪静。有一个人。哦，有有，我看到。真的、啊。你该不会还想滑吗？没有想。休息了哦。对啊，很干啊，很干啊。我们现在是安全下装带跟结婚包，因为上次志贺忘记讲，杰有点担心，说我怎么没有跟他回报。回报。安全下装就是安全的结束了滑雪的部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累哦，啊，对啊，我怎么闻到泡面味啊？好，脚要开开的啦。你走路比我慢啊！不想走了，我不想拿，所以我走。我的手，这两个地方好酸。你的药了吗？这样放，这样吗？啊，可以这样用。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昨天觉得手要扶着很累。不是吧？是这样用。我随便啊。
别认真，要学习，好好洗一下。先放好温水。我看。我是哪一个？对，我也是。
够干净了吧？嗯，够干净了。火灾？对啊，那是火灾吗？还没给你拍照哎，要拍下一次。好。烧死了。刚刚干净了吗？干净，还是放着风干。啊？放着让它风干。你都没喷哦。喷啊！我都喷了，我喷完了，我都放着，它现在喷完了，放着风干了。对啊，我们就是这样打算，然后去吃个饭出来就更干了。对啊。然后吃到一半要不要来那个？要用你的手机还是我的手机？用手机干。拍照啊！你的手机比较好吧？自拍吗？对啊，自拍。会秀。你的自拍比较好。会吗？我记得你的无差。我的那自拍因为没有广角，所以拍不下那么大。我要在这旁边。还没关吗？